从到有，从零到一，欢迎收看第一桶金，我是老何，我是查理。哎，老何，最近娱乐圈又出大瓜了，你知道吧？哦，知道啊，赵丽颖离婚嘛，而且某爽被爆出一部戏收益1.8亿嘛，算下来一天208万，我们10年都没人家一天赚得多。赵丽颖我知道，我记得以前她在网上总招黑，说她是什么外围啊、陪酒啊、学历低啊、心机婊一类的，都是真的吗？她赚的有某爽多吗？你听网上瞎说，网上现在还说熟鸡蛋能孵化出鸡呢。至于赚的多少吗？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？那我就给你好好讲一讲赵丽颖的故事。1987年10月16日，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大长厅村片警老赵接到家里电话，老婆马上要生了，他火速赶往家中，回家一看是个可爱的女孩子。对于比较传统的农村来说呢，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。但是呢，由于老赵当过兵，思想比较开化，一看是个女孩，激动的止不住泪水。我知道啊，历史上有个人也是重男轻女的。谁呀？那就是刘备。少主回来了。赵丽颖啊，家境很普通，从小啊家里就很穷，所以她呀小的时候就要帮家里干活，什么掰棒子呀、摘棉花呀。农村的生活经历呢，磨练出了她坚强的意志，也造就了她坚韧顽强的个性。小时候被妈妈打了，她妈问她服不服，她从来都不服。要是我呀，我爸刚举起来手，我立刻就得喊爸，我错了，我改。农民出身的明星啊，我想起来杨超越了，性格也是很坚韧。我就是干啥啥不行，跟老板吵架第一名。赵丽颖啊，有一个比她小6岁的弟弟赵建飞，他俩呀在家里经常斗嘴吵架。姐姐们，小时候不抓紧时间打弟弟，等长大了就打不过了。赵丽颖啊，从小就有一个明星梦，喜欢唱歌跳舞，但是呢，普通家庭出身的她距离明星实在是太远了，当不了明星。赵丽颖决定曲线救国，去当空姐。于是呢，赵丽颖考入了廊坊市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空乘专业。好家伙，没有手指买砂纸也行啊！毕业之后啊，这个专业不是很好就业，赵丽颖没有办法，做了很长时间的打工人。餐厅啊当过服务员，外面呀发过传单，还去过广道防腐公司做文秘。努力的人呢运气都不会太差，就是因为这些工作啊积累的人脉，让赵丽颖知道了雅虎举办的选秀比赛。2006年，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雅虎搜星选拔大赛，结果呀得到了冯小刚组的冠军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，我们来放首歌庆祝一下。受伤也会闪泪光，知道我一直有人一心的翅膀带我飞，比我绝望。好家伙，这绝望我是飞不过去了。2011年呢，因在古装剧《新还珠格格》中饰演晴儿一角呀，而被大众所知道。2013年呢，赵丽颖凭借着古装剧《陆贞传奇》一炮而红，片酬啊由5000一集暴涨到了50万一集，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2015年呢，仙侠剧《花千骨》打破了中国内地周播剧收视的记录。我也是因为这个片才知道的他。2017年，凭借着电影《乘风破浪》《楚乔传》以及耿直的性格，被更多人喜欢。你陪我，咋呢？因为我觉得我每次穿的都不好看。事业虽然一帆风顺，但是前一阵子呀，赵丽颖的感情和婚姻却突变。我知道啊，前几天汪峰刚刚宣布要开演唱会，就说明娱乐圈又要出大瓜了。By the way， 他俩的感情是怎么回事呢？2008年呢，因为电视剧《夫妻一场》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相识。2016年呢，他们合拍了《西游记女儿国》，也被认定是定情之作。8月份的时候啊，有人爆料说赵丽颖啊疑似与冯绍峰有恋情，并且怀孕3个月。但是啊，工作人员立刻辟谣，说都是没有的事儿。结果呀，没过多久就有人遇到了两个人牵手逛街了。这娱乐圈辟谣也不靠谱啊！城市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。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2018年10月16日，赵丽颖与冯绍峰发布结婚证照片，宣布正式结为夫妻。2019年1月1日，冯绍峰宣布赵丽颖怀孕。3月8日，赵丽颖的儿子出生了。哎，老何，咱算算这个日期，怎么结婚5个月就生孩子？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大实话！但是呀，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。2021年4月23日，赵丽颖工作室发布声明称，赵丽颖与冯绍峰已和平分手，并且结束了婚姻关系。他们的爱情啊，还是挺令人惋惜。
戏的，拍戏的时候呢出不了戏，结婚之后呢又录不了戏，可能是玉帝哥哥要去取经了。这女王还挺多情啊。爱情啊果然是事业最大的敌人，另一半呀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赵丽颖的经历啊就是这样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努力坚强的她虽然事业收获颇丰，但是爱情啊并不顺利。这也就是俗话说的，上帝给你打开一扇窗就会关上一道门。上帝为啥把我关在密室里屁都没有？别急嘛，只要坚持努力，咱们老男孩也会迎来自己的春天。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喜欢我们节目的各位呢别忘了素质三连，点赞评论加关注支持我们哟。冲到有从零到一，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，我是老何，我是查理，那咱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